今年最强梅雨封面影响，现在气象局是针对了中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发布豪雨特报，而下周二夹带着丰沛水气的西南风接近台湾，大家都很担心，加上这个封面的作用，会不会有超大豪雨发生？如果西南气流它的它的位置是比较偏南边，有可能比较剧烈降水都是发生在海面上。那如果它有稍微比较往北一点，有些影响到陆地，其实不排除陆地上有这样的可能。气象局表示，会不会有破坏性的降雨，还是要看这西南风以及封面的位置而定。不过呢，现在这个封面还在台湾的上空，天气非常不稳定，雨势又猛又急，各地要严防豪雨成灾。